雄。这座普通的建筑里有一家很特别的公司，据说他们可以生产会呼吸的鞋柜，不掉生活智能消毒鞋柜，产品丰富，外观多样，拥有欧式宫廷、现代简约、纯洁地中海、新中国风、自然田园、卡通童趣、时尚风情等十多个系列，可搭配各式家居氛围。另外，格调生活智能消毒鞋柜还提供几十种规格，小到五六双鞋的商用小柜，大到几十双鞋的别墅柜，尽可满足顾客的要求。那为什么叫做会呼吸的鞋柜呢？这就是我们的一大发明了。很多的家庭呢，很多的消费者呢，他们都觉得他们现在拥有的这个产品功能很少，很单一，完全没有起到我们现有产品能够给他们带来的这种作用。格调生活智能消毒鞋柜还兼具储藏、消毒、防霉、烘干等十几种功能，获得消费者广泛认。目前市场上呢，传统的鞋柜呢，它的通常的烘干呢，一般是从鞋柜的顶端产生热流往下散发，因为里面只有进气，它没有出气，还残留着很多的水蒸气在里面，拿出的时候还有一些湿气会附在鞋面上。而我们的这个格调生活的鞋柜呢，它实现了一进一出的这样一个功能，臭氧生成之后呢，通常它只要是高过了10个 ppm 的这个浓度之后，就会对人体的健康带来危害，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技术攻关，必须让它低于10个 ppm， 只有我们团队才具有这个技术。第二个呢，能够让它自动的产生热气，循环对流，让皮鞋在里面自动烘干，自动的去湿，实现温度的恒温，才能够让皮鞋在里面不至于伤害皮鞋的皮面。我们的臭氧主要是从这个臭氧发生管这样出来的啊，臭氧前面的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排气口，就是臭氧还原分解以后它通过这个排出去。那么我们除湿是什么功能？就主要是我们底下有一个发热板，这也是我们申请的专利的。那个热空气的话，它比重是比那个空气的比重是要小的，所以说它一旦发热的话，它热空气是会往上升，对，上升的话呢，它就可以充斥到整个柜体，然后呢去呵护每一双鞋子，然后使得每一双鞋子都可以除湿。它这个不会有什么副作用，比如说会把毛皮鞋你像弄坏？这个不会，这也是我们那个专利申请的专利，要控制在45度恒温。经过这个过程以后，是不是咱们的鞋子应该会更健康？对，把这个里面的细菌杀死以后，就防止了那种交叉传染。因为现在很多就家长的话有这种疾病，他们自己也不知道。那么小孩子有时候喜欢玩家长的鞋子，然后拿着妈妈的鞋子高跟鞋去穿，然后就把脚气这样子传给了下一代。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功能，鞋柜的话它就可以防止这个脚气的传染，这样一个鞋会呵护全家人的健康。对啊对啊对啊。您觉得这个好在哪儿？时尚大方，很大气，腰型高。你要买这个，您会不会觉得它贵呢？不贵啊，这个功能很齐全啊，什么东西都有啊，除臭啊，杀菌啊，除湿这些东西啊，还可以擦鞋啊，就是以前还要跟老公啊小孩啊擦鞋，但是现在有了这一款之后，它就可以免掉这一些程序啊，比如说擦鞋一摁那么就可以擦鞋了，所以说我就觉得它很方便，物有所及嘛。这位小伙子刚刚结婚，他看中了格调生活智能消毒鞋柜的多重功能，就买了一台。现在他们小两口的日子过得更开心了。消毒烘干，它创新了很多新的功能，就是现在市场上其他鞋柜都没有的。像现在这种梅雨的天气嘛，那鞋子整天都是湿哒哒的，所以我现在把它买回来，那我老婆现在她就不用整天那么麻烦了。虽然是个小小的鞋柜，但是我觉得值得。格调生活具备优秀的产品研发力量，他们不断推出新产品，升级新功能。他们还有很多人性化的设计，比如童锁，可以防止顽皮的小朋友自己打开鞋柜的开关，还有针对不同材质设计的程序，保证每一双鞋子都得到妥善的处理。格调生活智能消毒鞋柜拥有广泛的用途，无论是居家、酒店、公共场所、娱乐休闲场所，都
都可以轻松摆放，满足各种需求。万富英雄。